火焰漫漫牛肉串，这是火焰漫漫牛肉串，这能吃吗？巧克力做的，可以的。这跟他打了麻将一样嘞。是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华，今天我们在武汉的富人商场 SKP 来吃一个高端牛排啊。到了啊，王品牛排。这环境还挺漂亮的啊。你好，我们的菜单请先参考一下。那你给我推荐一下什么菜吧。嗯，这个是我们的招牌菜，王品牛排 Super Real。然后它是选用牛肋骨的上面一层腐肉，然后呢建议客人是七分熟，而且一头牛身上只能取六块，所以非常的珍贵。你好，我是苏上主餐，我们的招牌菜王品牛排 Super Real， 王品牛排的升级版。这是七分熟的牛排吧？全都是肌红蛋白啊，这个原味的就能吃出这个牛肉本身的香味，吃了一个原味的，我们再尝尝它这个浇牛骨汁的啊，这个加了牛骨汁以后这个口感更好。这个牛排啊，一入口啊，它那个汁水很足啊，那这个口里很有弹性。这是上的什么菜啊？这边是现场为你表演制作鱼子酱菲力牛排。哇、哦，漂亮！现在搭配的是奶香土豆泥，口感细腻丝滑，香味十足。这个看着很高级啊。这边给您送上的是鲜芒水果沙拉。哦，酸奶酱。你好，为您送上我们的火焰漫漫牛肉串。哇，这个看着漂亮。这是火焰漫漫牛肉串，帮您蘸一下蘸料哈。这是搭配的紫苏叶、然后玉米片，这是面包糠。蘸完直接吃吗？对，可以直接吃的。这是三种口味哈，蘸在一起的。对，是的。火焰漫漫牛肉串，这是和牛啊，牛肉非常嫩啊，夹的是鳗鱼啊，一片片的。这个鳗鱼特别滑，特别嫩，很细腻啊，这个口感特别丰富，很有层次感。要帮你切一下你的鱼子酱菲力牛排哈。中间这是土豆泥哈。这是土豆泥，香软土泥激发这个鱼子酱的香气。对，鱼子酱菲力牛排，就是鱼子酱的鲜和牛排的香融合在一起了，特别有满足感啊。这属于两个非常高端的食材放在一起做，你说能不好吃吗？你好，为你送上我们的特色饮料。哦，蜀风翠竹杠上开发。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师傅做的一个麻酱，然后你可以选一下。哦，这能吃吗？巧克力做的，可以的。这跟他打了麻将一样的。后面的这个发子敲碎就可以喝里面的饮料了。哎呦，外面是一层巧克力啊。娘，这边为您送上您的甜点，麻婆人姜饼甜点。哎呦，这搞得像个皇冠一样的、对，是个皇冠形状的。王品牛排不愧是高端牛排啊，你看所有菜品做的都很精致。不管是环境啊、味道啊、服务啊，都嘎嘎到位啊。